今日阿里山山顶所生产的高山瓦萨米，现在数量已经是愈来愈少。你目前都业者伫咧呼吁阿里山的瓦萨米，特别伫咧盘地或下单位顶头摆摊。现场伫咧单位顶头，除了有瓦萨米相关的产品之外，同时阁有盆栽的展示，后面就会当更加来了解到高山瓦萨米的生态。阿里山种植山葵已经是有相当久的历史。伊现在数量嘛愈来愈少，就业者积极咧呼吁阿里山的山葵，现在已经有袂歹的成果。伊为着要互更加侪人知影，就特别伫播茶会等是单位上摆摊，互民众会使看卖阿里山山葵的样貌。哦，因为我是住伫阿里山出世吼，啊，自大就接触这瓦萨米，然后我是负责甲只瓦萨米的通路销去日本。啊，了后因为林务局这个国有林班地爱收回，所以咱即马已经阿里山无种瓦萨米啊。我才把这个计划提落来，伫中海八海八千里，伫咱这个石岛啊，做这个驯化甲护育的工作。今年第四冬，啊，伫十二个品种内底，咱才有选出来，这会当来伫中海八。来看今年第三代知影啦，会使，咱就要来正式来甲带动种植中海白啊。但是伊个时间可能爱缩短，因为温度较悬，可能种冬白就爱收掉。啊，注意这个伊个咸度、甜度，这拢无差。在种植盆栽内底，就是阿里山的山葵。这件好叫的成果嘛是相当的袂歹，嘛有制作成商品来贩售。单位的边啊，嘛有贩售青青山丘，啊，佮有薏米色带的无毒有机农特产品，吸引了袂少的民众前来参观购买。西新新闻曾经成中部乡采访报道。